下一个表演者功夫真的非常了得，彩排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是心脏都没有跳出来。让我们来欢迎杨立威祖武，祖武翻腾，牛气冲天。尊重表演。春丽，哇！做必杀！印度甩饼，天哪！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。哦，开胃，这个表演开胃。哇，厉害！加油！哎 ，Oh my god！叫杨立威啊，杨立威，你是戏剧学校的，对，你是哪一科了？以前是叫综艺舞蹈科，很久以前，现在叫民俗技艺学系，对，民俗技艺，是从小练吗？我10岁开始练，好难，哇，很久，太难了，这个很练家子。你刚那个桌子实在会，哎，那个你
表演这种东西会不会让一杯一些观众下面私人会不会提心吊胆？对啊，其实因为尾牙常常有时候有大场小场，然后有一次很好玩，因为就是真的太小场了，舞台我没有办法演，然后我就会像刚刚一样，就是在你们旁边这样演，找不到桌子就拿他们的，就他们本来都站在都坐在我的旁边，但我一桌子一上去，他们就开始自己退到旁边，然后就围成一个圆，这个我觉得蛮好笑的。那个震撼的画面，你还会转小孩？他有一个，哎，我会啊，转小孩，小孩上面这样转啊，真是假的？来吧，现场来一个吧，还可以转大人，你啊，大人也可以啊。有没有公斤限制？公斤限制，两个小朋友30、100吧，100公斤，100，所以成年人都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不要闹啦哦。那我们就哇，这个不能开玩笑的，还是比较高的。康哥，我想康董，我想看，真的好想看哦。你们两个自己跳一个出来，是真的要转吗？没有要转，你可以被我举起来。哦哦，对，举起来，举起来。哦，那就你来吧。可以吗？不是，剪刀石头布了，剪刀完了，好了，剪刀石头布。一个人故意的啦，因为后面还要表演哦。张艺龙真是厉害，来来来，还要怎么样呢？怎么弄？怎么弄？等一下，就是蹲的时候就马上就蹲到，要蹲在上面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立动，直接上，直接上。站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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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放松，你放松，放松。好强哦，不错。可是，一般小孩子有那个胆识，没有小孩子个矮啊，个矮。没有，我一般正小孩是有一根杆子，然后让两个小孩坐在两坐在两边啊，舒舒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会把他们像扁担一样的嘛。对，我会把他们固定好，就不要让他们乱动。哦，当然也可以啦，其实。那下来之后会吐。真的假的？其实蛮常有小朋友觉得弹跳荡秋千很好玩，就很乐意要上台，可是。就转完他们就会哭，上上去就会吓哭啊，吓哭会这个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！不会吧？哇！哇！厉害啊！